很多粉丝问，为什么你总带你女朋友钓场？于是有个好心钓友也觉得羽泉他太可爱，让我带他去一个私藏钓场，据说能钓到比人还长的巨型鲟鱼。我和羽泉立马驱车前往，啾啾走。你看到这个，那个是普通塘，这个是巨物塘，这是巨物塘。对，里面鱼大的基本有跟人差不多大的，八九十斤的。真假呀？我的天，钓巨物啊，行啊。那可拉倒吧。阿洛哥，这里怎么收费啊？三百。我们想钓那个巨物塘，这个有多大的呀？大的有八九十斤的这个鲟鱼。哇塞！然后鲶鱼大的有五六十斤的。听说最小的那个鱼还得个三四斤是吗？没有三四斤。最小的多少？就巨物塘里面应该是十斤起步。今天还敢比赛吗？今天接着比呗，钓多少条就踹多对方多少脚。假如钓上那条八九十斤的，直接胜利。行啊，都是的。那钓巨物还是给你上你的专用杆吧，荣耀竞技杆加上卡斯丁圣杀。刚刚看这个巨物塘今天口好像不是特别好，然后所有人都没上鱼。我觉得正确的策略应该是先在这个普通塘多钓点鱼线，能多踢他一脚吃一脚，最后没办法了再看去巨物塘。啊，第一条又是你上，我发现不公平，每次都我帮你绑饵的时候，然后你就上鱼。哇，你不是打杂的吗？上次被他提的太疼了，这次必须要认真钓了。但奇怪的是，今天鱼都没在远处，倒是发现有不少鱼待在岸边晒太阳。就在这时，回头跟羽泉说了下话。哦，我中了。这也太笨了呀，上的就是这么莫名其妙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手气可以吧？啊，王一博，是不是？哪到哪？哎呀，你这我看我这多大，你等着被我踹死吧你！既然掌握了诀窍，那就把能看见的鱼撩一遍，吓跑的就算了。只要找到脑子有点问题的，就能中鱼。我中一丢就中，我中我中一条。刚刚我斗鱼的时候好像给他看到了，你看他现在学我在那里斗鱼。我看过来都在给他木板呀，不讲武德。中了啊，我靠，鸡贼呢啊，中了。哎，比那普通鲈鱼比分咬得很紧，剽窃我的研究成果，咬比分咬得很紧，照这个速度很快就超过我，看来要去巨物堂搞搞事情了。不，我在哪儿你非得在哪儿吗？这么大钓场就我这个有地方啊，还能去那边啊？王一博，想放弃了，搜了半小时巨物没见到，巨型的烂布钓到不少。巨物塘是真的难啊。我住，哇塞，哇哇，快清杯了，线本来就不多。王一博，我中大的了，我靠，我上了大的，叫你半天，真的是。鱼都在水，大的它不就在水里吗？你不懂。是你自己上的吗？还是别人？这开玩笑，我能干那种事儿吗？我。住！给你干啥？我感受一下。你感受自己钓，感受一下。哎呀！我看到没？哇！我觉得我轮子快掉了。那是个垃圾袋。那你闭嘴。那个，我感受一下呗。啥呀？你感受一下。我感受一下垃圾，我没钓过大鱼。那个真跑咋办呗？不会的，能跑吗？你让我看他眼是啥再给你行不行？行。不然多亏呀、啊，怀疑是那个八十斤的。不可能。真的，我拉到现在还没出水。等半天了，不是，那我也没办法呀、啊，我都不敢按线杯，我怕一按线杯他就直接放。看到了，你啥鱼啊？我看到啥鱼？你看到了？黑影。那你们跟没说一样呢。我靠，这鱼要是不超过五斤，你都浪费我卡。这个鱼不能少于二十斤，我跟你讲。这少于二十斤，我把轮子吃了。我跟你讲，哇，这快出来！你让开让开，别打到你。你想让我看看啥鱼啊？我也想看。这时候切线了，我靠！我跳去抓它，哇，我的手都酸了。我已经八分钟了，我相机上都有计时。钓了大标鱼就成。大标鱼，大标鱼还奖励吗？1000块钱加油。第一次钓这么久的鱼，从来都是一提就起来了。哎，来了，哇！
去年的。哎呀，这标网绿一是1000块钱，我这绿二是吧？对，飞钓竿也是。我可以，哇，哦，中了！哇塞，啊，我能跟他合张影吗？可以。哇塞，谢谢谢谢谢谢谢王一博，你今天输了呀，血输啊，还中条标鱼。你那个控制器呢？被钓有围观的快乐，真的可以嘚瑟一整。对，好的好的。啊，挺厉害的呢。哇，小鱼都没有牙齿呢。没钓过这么大的，不是，是没钓过大鱼。哎，拔下来了，看着大嘴。这个鱼。来，给你感受一下，刚刚不要溜一下吗？来提一下。你真不感受。来。你真提不到。来。应该在20斤以上。不。9公斤，18斤，20斤，哇！快放手吧，快放手。飞腰啊！好久没放。真的、啊。中了一条标鱼啊！绿二，飞钓竿。多亏不是绿一。哎呀，王一博。别笑。送给你的，给你吧。真的，谢谢宝宝。那可以开始踢了吗？什么呀？啊？王三好，哦，你说对不起了。